今天虽然表演了几个古彩戏法，我想这应该都是古彩戏法的精髓了吧？对，都是一些代表作品，特别是刚才那长袍变东西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太难了，就是刚才 我感觉好像好几年没看到这种魔术了。现在大家看西洋魔术看的太多了，对，所以像这种古彩戏法，很多情况之下在我们的镜头面前慢慢被人遗忘。对，很有幸今天又能够一睹风采，再次掌声谢谢李阳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再回顾到李阳今天的心愿，是想将这种古彩戏法传承给更多的人，让它不至于失传，就是想以至于发扬光大，知道更多一些，好吧？那么这个幸福心愿是否得以实现，还是要现场的观众们拿出你们手中的投票机，票数超过200，幸福大门将向李阳敞开，请。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叫朱元琪，今年16岁了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叫赵指挥，我5岁半了。你们来干嘛呀？我们今天来拜李阳老师为师。你为什么想学古彩戏法啊？因为我们想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。能吃苦吗？没问题。你能吃苦吗？能。我看你这肚子好像不能。能。真能啊。这个徒弟有标准吗？能收吗？其实这样，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以啊，因为他这个现在刚16岁，这个身高得有个1.8米了，可以藏更多东西。对，我觉得以后可以超过我。但是他这已经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了，这太小，这5岁呢。这小朋友呢，也可以先从理论先学习，是吧？中国的古代戏法博大精深，先从文化学习。嗯，行啊，对，愿意教，挺好的，挺愿意教的。那还不叫师傅？师傅，师傅，你好，师傅好，希望你们俩好好学啊，跟着李阳老师，来牵着师傅的手往前走吧，来，来在中间吧，在中间，来你在中间好吗？来，一人拉一个，再见，再见。身为中国古彩戏法木派第四代传承人的李阳，在古彩戏法中找到了全新的世界，我们希望他能将这份经验传递给更多人。